Happens every summer. Things are moving slow. And time to unwind only gives me time to spend alone. I can't help but wonder if anyone's in town. Scrolling through the phone on a Sunday, just hang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Summer, loving, give me something.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Cause when I see you, I think I need you. Saw her under moonlight, a flower in her hair, and didn't think she'd notice, but I know she caught my stare. And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at she's thinking now. Is she standing alone, going home, or just hang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Loving, give me something.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When I see you, I really think I need you. Every single summertime, all the seasons.这两颗背包是最近帮别人买进来，这个是 Green Higier 的Brace 60公升的背包，这个也是 Green Higier 的，台湾翻译好像叫花岗岩，它是矿物的60公升的背包。我有数据。好，这个可以背到官方的数据啦，这个是可以背到。22.7公斤，这个是背到15公斤，这个的空重，矿度的空重是1071克，这个是1360克。好，这两个背包都之前都有个别拍过他们的仔细的说明，那有人问就说那这两个差在哪里，今天刚好有机会就来拍一下他们的差异。虽然说这两颗都是轻量化的背包，但是在腰带这边也都有口袋，两个的口袋是差不多大小，就差不多是一个手掌，然后侧带也是一样，两个的侧带设计都是一样的，都很大，然后都有这一个可以把它拉紧。前带的话呢，设计也是一样，在前面有几个几乎跟它的背包等长的有松紧的前带，但是呢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矿度的它就比较感觉上就比较薄一点，这个就比较稍微好像比较耐磨一点。然后呢正面到侧面都有压缩带，Brace 它的是有3条，一条两条三条，矿度的话呢就是只有2条，就可以在这样子，它就可以再节省一下一点重量。来看一下背面，它们的腰带都是可以调整的，像它这个就直接写在这上面，然后宽度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标识，都可以调整。之前影片都有拍过，大家可以参考。背部的主要的支撑的设计，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感觉上就可能就比较支撑性比较好一点，不过呢最大的不同是 Brace 的它的背长是可以做3段的微调。好，这两颗它们的尺寸都是 regular， 然后适用的尺寸都是18到21寸， OK。 好，但是呢它就可以再做稍微的微调，
所以说以背包的适用性来讲的话，这个的话，对于可能身材方面有更好的调整的空间。不过我觉得啦，其实大致上来说，只要有像这个是 load lift， 胸带跟肩带跟腰带，通常我都是透过这四个地方来做背包的适应跟调整。这两个的顶带都可以拆下来，而且拆的时候都很方便，因为他们都是用公扣母扣跟背包扣在一起，所以要拆的话很方便。我把框兔的腰带拆下来，像这个样子嘛，威斯的也可以拆，因为他们都可以调整好。那因为它 Breeze 它的设计，它是可以公扣母扣，像这样子扣在一起，它可以这样子扣在一起，所以说呢，它就可以把它变成腰包，甚至当成可以把它看成是某种形式上的公顶包。但是呢，框兔就不行 ，OK， 它这边两个都是母的，它就扣没有办法扣在一起。这个设计其实是很简单就解决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故意让它不能够当成腰包来做差异化，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只需要这边的设计改一下就可以了。Breeze 的前带它在这边还有一个拉链，昨天拍的时候忘记讲到，这个的话框兔就没有，可以直接从这边伸到主带里面。好，那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别。另外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到，就是框兔的它的里面的那一个它的泡棉的背板，是可以拿出来的，在它的那个介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不过我今天就不拿了。以我的感觉啦 ，Breeze 它的背负能力其实已经跟一般我们常常听到的 Asprey 或者是 Gregory 这一些的背负能力应该不会差太多，但是以60公升来讲，重量可能会差到大约1公斤左右吧。对，然后框兔又再更轻，当然以官方的数据来说，它的背负的最大负重、最适负重其实也是有差。我觉得 Breeze 它已经很难是讲说是轻量化，因为它已经各种的背负系统的特性都有了。对，框兔的话就可以算，对，因为它毕竟已经低于一公斤，我觉得，然后它的顶带可以拿掉，它的背板可以拿掉，我觉得就可以算是轻量化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这个，就完全就是 Vega 2嘛，对，之前提到过，它是完全没有背负系统，就是所谓的 Friendless 的背包，那这个就是可能在进阶的轻量化的，可以试试看。我也还没有正式上山背过，不过我觉得我用泡棉睡垫来当成它的背板，其实应该也还可以吧，这个要试试看才知道。If anyone's in town, scrolling through the phone on a Sunday, just hang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Summer, loving, give me something.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Cause when I see you,saw her under moonlight, a flower in her hair, and didn't think she'd notice, but I know she caught my stare. And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at she's thinking now. Is she standing alone, going home, or just hang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summer, loving.